走行今日放行，写只德卡扣。大家好，我是尚哥，今日咱来做一个耳朵无德卡的野山小姐德卡扣。准备食菜，黄瓜、芋、豆、葱、米花、剪菜，芋碎一撮薄片，再撮料，然后再撮一个料，黄瓜大叶，碎撮片，再撮料，然后撮料，再撮点点葱，然后用生料，起锅烧油，过黄瓜、芋碎来个炒来个。做啲碎粒炸嚟空蒸好，炸好当我倒葱、豆，加啲啲盐，冇盐放调味。咱呢个料，来过加啲啲红瓜，一个炸油、汁油，过些油点啲青椒嚟，好了。来条红椒、米花、白萝卜、剪菜、五十克，再加300毫升水，加辣椒，辣到这个状态就好。再抹一些，所以芝麻油倒加啲，水落啲啲粉，一路炸一个料，咱加炸嘅料就要加，一再加啲啲粉，加冚起来。啊，龙眼油倒来，睇个浸，炸得加高，油浸面有啲，所以每点香都要吸出来。来只得加高，哎，只鸡五号，只鸡五号。嗯，比外面蛮好吃。那叫芹菜醒料啊，啊，加凤姐。900克粉，和了16个得加高，油皮油好只。17个我。16点嘞。加少少只料。哈，要你嘴，你也有份。耍的，两套的啊。哇，乱吹！你要吃咩啊？一定给我打，你买冰球，拜拜。